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。算大年三十吧，然后朱晨曦要过来排练他明天就要参加的春晚的节目。肖树、森林徐、Crystal 徐和陆毅给我们带来两首耳熟能详的歌曲《新年好》和《找朋友》。
有一种来到了夏威夷的感觉，因为很久没有看到 palm tree 了。他们定制的 tap dance 的舞蹈服，然后现在我要给他穿上试装。花呀，花好甜，算了吧。花你先，你先，非常甜，我觉得。不甜，非常不甜。谢谢姥姥。不用客气。佛祖。今天是2月17号，天气特别的好，好在晴空万里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哇啦哇啦那边。
那你去面包。爸爸，我们不再吃鸡蛋。现在在里面，里面有 cheese， 有肉。看，我喜欢吃鸡。看你，看看我的冰箱放冰箱。看，爸爸问我奥高。哎呀，你不要搞了。怎么越不给你吃，你就越爱吃呢？平时你也不能不吃啊。Monday morning， 然后 Lexi 最近有这样的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是不是宝宝？这是什么 ？What is this？ 是不是叫墨迹？大清早上在这浪费时间，就在这里瘫着，像一滩小软泥，是不是？咱们能不能起来？可不可以起来？就得起。妈妈都给你记录下来了。No。 不行啊，你这个表现这是实在是太不怎么样了啊。走了啊，爸爸走吧。 Moments later， When you are ready， okay， give mama a call。 Then I will pick you up and have breakfast together， okay。刚才朱乐西在这里胡闹，是不是？拍他，你就拍他，不要拍我。你也不知道，不好意思。拍他。啊，那为什么不能拍你了？这是服谁？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了？老爸，这服谁？别哭。嘎嘎嘎！小五，骑摩托。拍我。我来不及，一二有工人来，我来不及，我有草原上烟花一边，远在远方的风里边更远，我的琴声呜咽，我的泪水全浇木头，
一个叫木头，一个叫马尾。One more time, Lexi。我不想玩不玩。死亡的草原。One more time, 好的，可以唱。我的泪水放得欢草原。好，宝宝开始啦。一个叫木头，一个叫马尾，一个叫木头，一个叫马尾。白头发，晚上住他的学，直到妈妈也回来了。Yes。妈妈，他包的奖金，欢迎妈妈回家。哇，小白是不是很高兴妈妈要回家了呢？是的。可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小白点点头。小白点点头，我想着妈妈一起吃。嗯，妈妈还没有回来呢。是的，哥子，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，再去给妈妈飞过来？小白还是往天空。嗯。小白这么走，大白鼠说我跑得快，再去见妈妈。这不是白熊，可不是白头发的奶奶，是妈妈露出白白的牙齿的妈妈。哇，宝贝，好棒啊！